别做大小。我还特别把它包好，结果节目不见了。好，欢迎收看《上班不要看时间》，谢谢，我是阿杰。对，现在办公室一团乱，然后很多人都说，滴到鸟屎或踩到狗屎，一定要去买乐透。我们今天就来实验看看，等一下我在录影啊。我开始。我们今天就来实验看看，到底这两种代赛哪一个比较好运呢 ？Go！ 你们到底要我等多久？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杀了我好了。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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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算了。首先，我们要找出滴到鸟屎的方法。于是，我们找到了老司机，带我们去找台北最鸟的地方。彻夜调查，结果发现这一区不仅鸟屎多，鸟事也特别多。于是，我们就拿了500块，请小欧附上基本的防具，躺在这边准备接受鸟屎。中了啊！小欧，小欧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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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欧起来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走，买彩券，买彩券，赶快！我真的要尿死了，我真的要尿死！阿姨，我要买彩券，500块。怎样？有中吗？我是没中，这边还没刮到。100%中奖率的彩券，鸟屎运，500%，鸟屎运 get 到。于是我们把刚刚的鸟屎运整个清理干净，但是要怎么沾上狗屎运呢？我们将刚刚中的100块拿去请小欧，要小欧在公园里跑步，直到踩到狗屎为止。500，一样彩券，500块，一张券哈，谢谢。有中吗？没有，等等，多少？这边200，然后这边200。阿姨啊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我中多少钱吗？真的哎，到底有多少？1000块。100%中奖率的彩券，狗屎运，500%。小欧啊，500块对你来说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你不要碰我。刚中了1000块，你不要碰我。记得还我。不要碰我。不要碰我。